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福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一个开箱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的2月28号，我在2013年的2月28号，我封存了一箱的玩具，还有一些纪念品。那当时相约10年之后，我们把它打开。这种行为呢，通称叫做时空胶囊。然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就如约的呢，把它给进行一个打开。那我们就一边开一边说好了，不然以我这么会鬼扯淡的习惯，可能会开很久。那从这个外箱先讲起来，这个外箱呢是10年前打包的。那它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领袖之证，这个是对吧？Transformers Prime。这个是就是，当时有一个 W 级的 OP 啊，就肩膀会伸出火炮的那个 OP，领袖之证时期，还有后来有改模做成 Ultra Magus 的那一款的包装盒，那里头的话应该是可以装到4箱，啊，这个是当时孩之宝玩具的一个专门的运输箱，然后这个上面呢有一张运输的这个纸。上面是我的收件资料，然后上面有帮我寄的人的资料。那当帮我寄的那个人呢，现在跟我已经不好了啊。对，他是某某论坛的某某版主啊。这个东西是他帮我封的，当时很感谢他了啊。现在还是现在不往来而已啊。所以你看，10年的话会有很多人际关系是会变化的。其实我这一集我挣扎了很久，我是不是把一些这10年来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是不是要跟大家说？那我再提一下了，这个纸箱呢，并不是完全藏起来藏了10年，它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是躲在我节目的这个背景布的后面。当然那个时候我录影片不是在这个房间啊，我录影片的地方大概换了3个，那这是最后，目前就是在这个房间，已经可能六年还是更多了。好，不管了，我们就把它给打开。那因为里头有很多纸制品，那我也不知道里面东西有没有发霉，有没有坏掉，完全不知道。甚至打开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法老王的诅咒，对不对？哎，不会啊，就是我自己封的，我怎么会诅咒我自己呢？对不对？打开之后呢，里头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当时虽然有丢一些干燥剂下去，但是真的不能确定说它一定很安全、很 safe。那我就把它给打开了啊！哇塞，这一刀划下去，10年的封印就这么解开了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给隔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抽空去看一下10年前封的时候那个影片，真的其实还是，哦哟，看起来东西似乎是，我们把它直接把它倒过来好了，这样给大家跟大家第一时间来看好了，有10年前丢进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给拿出来了啊！那第一眼看到最明显的是这一盒玩具，领袖之证的，日版的 OP World Class 的 OP，在里面躺了10年耶，10年哦哟，哇！目前看起来好像，看一下好了，跟新的一样啊，没有什么损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把玩具保存得很好，你可以像我一样，啊，许个愿望，说我10年不把它打开。好，OK，里头的东西，哦，当时里头的绳子已经换成纸的，纸质的这个绳索，它不是塑胶绳。如果塑胶绳搞不好，因为温度的关系，它会坏掉。而且这是当年是反斗城限定，好，10年前的这个 Arms Micro 的这个 OP。突然觉得好多往事浮上心头啊，对吧？那这个的话，可能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时台北有一个变形金刚的这个展览，然后我记得没错，我里头是金色的入场券。为什么是金色的呢？因为我有玩具是借给他们去做展示的，全球首日封。打开，我还有另外一副哦。但是那一副是银色的，那是高雄展的时候，啊，他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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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跟我们借，所以它就是变成是银色的。OK，打开看一下，应该是不会，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不会。靠一下我肚子啊，打不开。变形金刚首日封，台北限定版。OK，然后好，这里我要提一下，这个，就拿起来好了。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入场的一个纪念的东西了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糟糕，哎，应该是这边吧？这里应该是正面。这个签名是当年的孩之宝行销总监，一个老外，个子有可能有190公分的一个外国的很帅的男生，这是他的签名，这是当年的孩之宝行销总监帮我们签的。当时是我们排队去给他签名的啦。然后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听说有人拿两只手都是右手的 MP12 给他签名，说看看你们的 QC 做成什么样子啊？但这到底是真的呢，还是传说，我就不知道了啊。哇塞，我记得我跟那个时候还是个很懵懂的一个收藏者啊。然后这是银币啊。这边是 OP，而且是领袖之证的一个 Artemis Prime，然后这边也是博派的 Mark，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Megatron 了啊。首先这里是狂派的标志，然后是 Megatron 的头盔。我觉得这个银币比较珍贵，难得有这个以领袖之证的人物的头像。哦，对，这个纪念币啊。好，瞬间回忆了好多事情啊！10年以前的话，我要去台北的话都好兴奋啊，现在去台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兴奋了。好，这个还是把它收起来，这个等于也是回忆一下当年的往事了啊。哎，算了，这个等一下。待会再装吧。那其他的话，我记得没有错，都是一些纸质的东西了啊。首先，这都是一些防，就是干燥剂之类的东西。然后，这是什么？哦，这个呢？好了，这个有点故事可以说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里头是一份合约书了啊。这是一份某某合约书。那。也都没烂呀，东西都没有，完全没有发霉耶。我先大概说一下，那个合约书要配合一个东西来说，合约书要配合。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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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惜了，在里面折到了，折了10年啊。所以收藏玩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当时的话，我靠，折到了啦，在里头折了10年，对吧？看一下有没有粘在一起啊？没有啊。好，这个，这一本的话呢，就是变形金刚他们会展的一个手册。那这本书啊，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据说当年是活动方，因为他们并不是很对变形金刚没有那么样的钻研，没有那么内行啊，可能就是一般的观众的水准。那当时好像本来是说要给，我直接讲明，当时是说是要给 TFND 去写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谈拢。后来变成是他们主办方自己的人下去写，那所以其他的内容是比较外行一点，可能就只是一些玩具的照片，然后一些资料啊什么，可能都是网络上就比较能够找得到的，有一些甚至就是非常的复制贴上的感觉啊。那我也觉得说，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有在接触变形金刚，所以我们对它的内容我们是可以提出一点点的自己的看法的。但是，一般观众可能就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啊。反正这个事情当时让 TFND 的那些大佬们觉得有点不爽啊，觉得为什么这么专业的手册不找他们写呢？啊，我相信他们的专业了啊。那另外这个是别册，就是比较小本的手册。如果是看我的节目超过10年的朋友，你可能就会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区区在下，就是我本人。这本就是我写的，然后。
里头的内容的话呢，当时确实在网上得到的评论是比较好的。那，我等一下再自己看我当时写什么好了。然后那份刚刚说的那份合约书啊，这份合约书就是等于是授权给他们出这一本小手册的一个合约书，当然还有记载稿费是多少钱这样。然后讲到这里，我就顺便再讲一个卦好了。关于这个稿费这个事情，那当时，就是有一位台北的老收藏家有跟我问到这个事情，说这个副刊是我写的，然后问了一些相关的事情。那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把状况跟他说，然后他大佬有问我说稿费怎么算，我说哦是多少钱，然后就是发行之后的下个月的20号才给。还是怎么样？反正当时其实展方有讲了一个给钱的方法，或者是说时间点了啊。那我完全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在苹果日报，我有写一些稿件。那我们在当时我们在上面写稿的话，我们是录取你的稿子之后呢，必须是登报之后的下一个月的20号才能领稿费。比方说，我这一篇。我1月30号被录取，但是我2月10号才登到报纸上的话，那我就是3月20号我才能领到稿费啊！所以我说，他们这个稿费来得慢，我并不在意，而且钱也没有很多啦，我也没有那么在意，对不对？像这种事情，就是能够给这种活动贡献一己之力的话，我觉得志在参加，真的是志在参加，那个钱是小事。那刚刚我讲那个内容呢，不知道为什么呢？经过了这位大佬之后呢，传到了这个主办方那边，主办方那边就特别打一个电话来跟我说，稿费的东西呢，请我不要那么着急啊，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讲给苹果日报听。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提到苹果日报是说，苹果日报付稿费给我的方式是怎么样，并不是说，因为好，我直接告诉你结论，听起来就是。好像我很不满意这个稿费拖了很久，所以我打算到苹果日报去投诉这个主办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下我就觉得说，听到我讲这个事情的那个大佬，我真的很想问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去传这个话的？这个人是谁？有兴趣你们在私底下可以问我，我会告诉你是谁。从此我对这个人简直是厌恶到了极点了，真的是乱传话，乱传话，绝对不是他讲的那样啊。好了，这个故事从来没有跟人讲过，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刚好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就顺便说一下。从此之后，我就相信同好之间没有什么完全无私奉献的，还是有些人会对你使小绊子的。那其他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还有一个这个，剩这一袋是，好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这上面有我的地址，这个是一套的，这个里头呢就是这两本，应该是就是这两本。那我当时就是我就不拆了，我把它留下来，拆起来，打开好了。今天还有什么好隐藏的呢？对不对？今天就是要开，都在里面封了10年超过了，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是在，把它打开啊，搞不好当时主办方寄给我的是其他好看的书，对不对？哦，对了，哦是两本呢，哦变形金刚特啊，对了，这个就是你看当时他们的贩售的本子就是像这样的，还有包膜的，就是有一个正本，还有一个是算副本，正本跟副本啊，这个现在应该是绝版了啊，这个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再买到了，活动已经结束10年喽，然后有一个信封写辛苦你了，哎，我10年之后才看到，不好意思，我10年之后才看到辛苦你了这几个字啊，没有了，当时大家合作很愉快了啊，哦哦，还有附带2张票了啊，就是 OK，还有多寄2张票，哦，可以让我带，对不对？没有女生朋友了，当时的话是正式准备跟第二任结婚的时候，对不对？你看。回忆很多事情啊，还有2张票啊，这都是当时他们寄给我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他们还有附2张票给我。好，那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吧，这个是什么东西？哦哦哦哦，我想起来了，
瞬间响起，里头的，哦，这。首先呢，这一份也是一个合约书。那这个合约书呢，是租借玩具的合约书，就是说我把我那些东我的一些玩具借给他们去做展览用的合约书。好，各位知道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当年那一年的全家便利商店，他有做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的集点活动。这个我还有一套，我还有留着，但是我收在我仓库很里头。就这个各位有兴趣，我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收集到这个啊，已经十年过去了哦。啊，真快啊，对不对？这十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想一想，其他应该没有了，都是报纸之类的东西啊。好，我先把桌面呢稍作一点整理，等一下我可能又要把房间打扫一下了，这个实在是哇，真的是当年说十年之后开箱，其实只是一个不能说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你要说是好语吗，还是说反正啊，就真的我就给他做了超过十年的玩具开箱啊。我们东西掉了啊，好了，然后感谢各位这十年，那感谢的话都讲太多了，嗯，大家回忆这十年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是2013年发生的事情嘛，然后2014年是变形金刚第四集上映，那第四集的话呢，不管你对第四集的好感是怎么样，还是恶恶厌恶感，反正第四集的时候呢，是变形金刚同号爆炸性增加最多的一个时期。2014年、2015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台湾的变形金刚同号的人数是最多的，然后陆续之后就慢慢退坑。那2014年之后到2015年，大概应该说2014年的时候呢，对我来讲有一个，接下来就讲一些私人的事情。2014年的时候，其实2014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个事情，在台湾的网络上有一个东西叫做靠北 TF。啊，这是一个匿名发文的网站，那里头的话就是，你知道是匿名发文，那你就可想而知里头的内容绝对都不是很正经，都是很黑暗的东西。那我是里面非常非常受到炮火攻击的一个人，那对我各种的人身攻击。那据说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可以有40篇文章是在针对我，啊，然后对我做各种的，我只能说就是很奇怪的指责了啊。通常不外乎第一个。啊，说我是亲中立场啊，说我是这个马英九的支持者，奇怪，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很支持过马英九，我只是讨厌民进党而已。那你们就认为我是，就是属于是亲中啊、亲共的那种，啊，非常无脑啊。那当时刚好太阳花的活动，那我就很厌恶太阳花这个活动，我认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那很多的，反正就是亲绿的吧。或者是脑子不太正常的人，就是喜欢攻击我。那我 po 什么文章，他们都会做扭曲的解释。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我觉得太棒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比方说有一个观众朋友，他可能送了我一个某某变形金刚这样，那我们就会发个文章表示感谢。那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交礼仪，你收到人家送你的东西，你发个文感谢对方一下，这是很正常的。那这个匿名版呢，就会有人po文说，哎呀，那个他们不会讲胡服骑射，他们会讲什么赵武灵王，还讲什么舒服乱世，反正就是各种，就是一看他对你的称呼就知道他对你是不友善的啊，就说什么那个某某某又在炫耀玩具了，你那么喜欢我烧给你好了啊，就是这种非常低级的，那他们高兴就好了，那我只能说祝他妈子宫外孕了，对不对？那个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匿名版已经倒了啊，但是我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其实这个人生就是这样，你只要做正经事啊，你就可以活得比人家久。听我讲过，我就，包括某某老论坛的做正经事啊，做正经事你就可以活得很久啊，德不孤必有邻啊。这听起来很老套，但确实就是这样啊。你要是老是搞一些旁门左道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就是见不得光的啊。那像那个，比方说这个靠背 TF 的这个创办人呢，也是居心叵测，心肠很坏啊，就。还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做得很绝的啊，就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匿名版里头呢，啊，还留了一个什么当事人澄清专线啊，就是说如果你对里头的这个抹的这个对你的指控你不满，你可以上来澄清。我都觉得说你澄清你老布啊，
这都已经栽赃抹黑了，你要证明我有罪，现在你要变成我要证明我自己无罪啊，这个就是脑子就一整个就有病啊，有问题啊。那这些人是哪一挂人？其实大家也都猜得出来是谁啊。那我讲出来，你们有些新朋友可能也不知道。那至于这些当事人，现在你可能正在看的哦，你满意了吧？对不对？你满意了吧？你十年前你这样子讲我，那你现在你有过得比我好吗？我相信肯定没有。你这种人现实生活中一定是卤蛇的，对不对？一定是没有用的阿乌软，那没什么好讲的。我一定过得比你好啊！你现在也不敢跳出来说你讲的胡说八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敢承认那是你写的啊！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决定跑到地下道、跑进下水道当老鼠的时候，你就一辈子只能当老鼠了。你只要在恶臭的下水道里面干过什么事情，你一辈子都是不敢拿出来讲了啊！现在我们要说你在下水道里头多坏多坏，你也只能，对，你也不能出来澄清嘛。当然你也不用澄清，我相信你会继续躲了。哦，那2014年虽然比你刚同号增加很多，但是那也是我在网络上承受最多炮火的一段时间。那之后就15，然后到17年的时候，最糟糕的第五集啊就演了。那第五集一演的话呢，我刚电影院出来我就开骂了啊，我就说这个100分的话你只能拿35分啊，其中有5分还是有西蒙斯的关系，所以我给了35分。那之后的变形金刚的这个迷友量就一直在滑落，即使到大黄蜂的电影的话呢也是一样啊，粉丝回流的这个情况可以说非常的少，那可以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众了。那我们自己做开箱的话已经是一个兴趣，我已经提过了很多次了啊，那就是做自己开心的。那今天的话就是把它给这个十年的约定，我们就把它给打开。那这个玩具的话呢，近期吧，好吧，近期我会抽空把它给做完。那么呢，其实开箱开这个时空胶囊其实就是一个诺言的旅行，其实没有什么好去苦恼。但是我今天一直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呢我还打算我们继续来约一个十年的约定好了，那接下来的这十年的话呢，我们再来封一个时空胶囊，十年之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就2033年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把这个玩具给开合。那问题就来了，我要封哪几个东西，就伤透了我的脑筋。那最后的话呢，我挑了几样东西啊，我们一同的把它给封箱好了。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人会想要扁我我先讲一下我想封的第一个玩具是什么。很多人都给我催更的 NPM13 啊，说我是不是不做了、欸、真的我真的很懒嘞、欸、因为这款玩具真的是挺好的啊，做的真的是挺好的，你听我的评价就好了，挺好的好不好。那我就懒得去变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好，我答应你吧，我一定会做。十年之后拿出来的时候呢，跟你开箱 NPM13。那我们也可以顺便就是留意一下，这13号嘛，十年之后它到第几号，对不对？我们这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个心机的，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目前的 SS 可以说是目前官方的大家最 focus 的一个系列。那这个是 SS7， 这是第20号，它是大黄蜂电影的时候推出的一个特别的版本。这个我入了很久，但是我没有给它做一个开盒啦，好不好？那我们一样吧，20号我们把它留到十年之后做个开箱。那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不可能 SS 不可能做到十年以后啊，怎么可能有几千号吧，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吧，我再封一个东西。那我们之前有封了 OP 嘛，我们在这也一样再封个 OP 好了。这个是变形金刚，应该是25周年还是什么几周年的一个英雄啊，就是一个领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套组啊，反正就是 OP， 这是 G1 的 OP 带货柜的，还有一个是电影第三集的 Deluxe Class 的 OP， 两个都是带货柜的。这个现在这个领袖组合包，这个现在比较珍贵，不容易去买到。那这是全新未拆的，除了13我拆过了，另外两个呢都是全新品。那我们就把它封起来啊，然后我们就十年之后吧，我们把它给再次的把它给打开。那我找了一个箱子，这次的箱子我找了比较好一点的，上次那个箱子还蛮耐的。那我们就把它给放进去，这样啊，13，还有这个 OP，
把它给放进去，以及这个大黄蜂，好吧，这个把它收集起来。最后呢，因为是2023嘛，我想要把这一张，这个是灌篮高手的一个 A 啊，看这个是扫一下 Q R 码，它是有一个动画的，我要把这个动画po在我的网络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知道说好像大陆的朋友应该4月份也能够看到电影版，那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灌篮高手。那我想要把这张一起放进去好了，因为它是2023年1月份上映的，那我们就一起的把它给放在里头，那就再塞入一些报纸吧。有人跟我说呢，报纸呢就放多一点啊。当然我这个报纸呢并不是刚刚那一盒的，这是我另外再拿，另外再收集过来的啊。这些又是10年之后的一个债务啊。说真的啦，这一次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再撑过这10年啊。这个做开箱节目也是各种不容易啊。因为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就多多给我点赞啊，分享这些，只要节目的流量够高的话呢，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回馈。当然如果你要用钱支持我的话呢，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啊。这年头啊，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或者是谁欠给谁的，观众支持我，那我就回馈观众，不是厂商的特定服务啊，不给厂商做特定服务。这个就是我做变形金刚的开箱最自豪的一件事情。那啊，对，这个今天的话呢，是2023年2月28号，那我们这个跟你没关系。开箱的时候呢，就是2033年2月28号。都在这里再签个我的名字好了，五福齐盛。字还真丑啊，对不对？好了，那就这么样吧啊！谢谢各位这一直以来的各种支持。如果你10年以前已经有看过我做这个封箱的人，希望你现在能够过得比10年以前好上很多，当彼此祝福，彼此珍重。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下个10年再见，拜拜。